在今天这个空间当中，王牌任务第二项，屋主对他的这个厨房餐厨区的空间，其实原来的他完全不满意哦。对，他觉得太小。太小。嗯、对。那其实他当初格局这边有一个餐厅，还有一个餐桌，还有一个书房在这个地方。也就是厨房、餐桌、餐桌，然后在一个书房隔间。啊，那好小，好挤哦。所以我们这个整个空间整个大改造。大改造，把书房的隔间墙拿掉，把空间变成是一个穿透的空间。对，所以我们这边穿透功能就是有一个餐桌，一个大的餐桌，然后一个很大的中岛台。那下面部分就是它一个很强的收纳，对，它里面收纳电锅啦等等就可以放在里面去。OK， 其实大家不要以为只有在这个中岛吧台下方是有收纳的机能哦，它还有另外一个很强的，就是中岛吧台到底。感觉是一个墙面，在墙面后方大有文章。对，后方其实它分成两部分，一个是往厨房方面，就是它那边现在做厨房收纳，然后另外一边是像餐桌的方面，餐桌边它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大怪物，还有就是它里面的收纳上下，还有一个热水器的位置。其实这个连热水瓶位置都是量身定做好的，对，就是特别定制的一个高度。OK， 那像其实我们现在餐桌的摆的空间，原来就是它书房的空间，比较靠近书房空间。那这边墙我们拿掉之后，就是把整个的墙面重做，那一样就是变成一个餐桌的一个电视主墙。那第五墙旁边有搭配我们就是我们的食材，就是我们这个也是一样，就是它是意大利的砖。对，那一旦让我们特别做一个切割，那切割它的其实它的高度跟宽度跟我们摆也是有做呼应的。哦，哎，难怪这在那种不同材质当中会有一种很协调的感觉，好，也很舒服。而且它百叶其实它白天其实它这边是太阳升起的一个方向，所以它光线很强，所以你利用百叶就可以让光影的变化能够有一点比较有趣的感觉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房子格局整个改造跟变动之后。屋主要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收纳跟生活机能变强。对。第二个，有一个很好用、很好用的厨房。对。OK， 那第三个任务待会带你去看，我们先去看看主卧室。